喽。怎么一开播就开始打喷嚏啊？整个用冲的冲回家，为啥？刘海太长了，有吗？我刘海一直都差不多。是有一点啊，我觉得我可以去修一下，顺便去烫一下。但是说真的，我剪短也是差不多长这样，因为我就是到这边，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但是在外面上课不能在公司这样，好冷啊！嗨，杨涵。剪了大概也看不出来，我因为是长刘海，因为是中分刘海，所以其实根本就不明显啊。
那边才翘起来、啊，额头。你说这边吗？这边跟我头发长度没有关系呀、啊。哎呀，很烦呢、欸。对啊，超烦的。天哪，它真的很吵。那你起来，睡太饱吧。你们晚餐吃了吗？五点半在问晚餐。他好起来跳公园，一定是我没有给他爱，怎么可能？他爱不成。起床气没有吧？我早上就起来了。当然还没，不知道晚上吃，对啊，不知道吃什么，吃什么？上次我妈妈帮你决定好了，真的。昨天虾仁炒饭蛤蜊汤，我昨天没有。虾仁炒饭还不错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哎。上次 Tiger 把果果放在床头的水杯整个打翻，果果枕头全是，好麻烦的感觉。上次吃牛肉饭卷，这次改吃小白菜，不要嘞，不要。已经滑熊猫滑十分钟，好快！妈妈上次帮你决定卤味，
Tiger 调皮还是探姐姐顽皮呢？都差不多吧。订番居酒屋，我又没有很想吃居酒屋。天哪，他真的精力旺盛，他现在走到哪玩到哪儿。怎么在啃我东西啊？哇，把我东西啃成这样啊！这个孩子，对啊，他是叛逆期孩子。意大利面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意大利面，我忘记了。拜拜，乌鱼。鲫鱼压太甜的哦。他要好好管教他。念了一下，在那边他就感觉哦，是哦，嗯，一岁了，对啊，他一岁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吧。还是来吃烧腊，烧腊怎么样？辣起来！脆皮烧肉，脆皮烧肉，没错。脆皮烧肉，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看起来哪家好吃选哪家。好，这个高中母校附近烧肉店画皮烧肉饭稳在你心中第一，真的。哎，你们，安吉大小姐，拜托你不要搞乌龙了。春春跟阿姐有特别想上什么类型的节目吗？没有特别想上，哎，就是蛮想上的。烧腊有特别爱哪家吗？没有哎、欸。烧腊店是不是有越来越贵的趋势？感觉什么都有越来越贵的趋势。嗨，瑞瑞，只要有通告可以跑就可以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开心了。觉得我要吃。
哎，等一下哦，烧肉，烧肉烧鸭米啊，烧肉跟烧鸭，我觉得可以。还是烧肉油鸡啊，哎，他刚刚没跑到，都给他跑。对，烧肉鸭，烧烧双拼，烧肉烧鸭，烧肉，哎，烧肉油鸡还是烧肉烧鸭？油鸡 no no 哦 ，TP 有新地方可以搞，妙哎！烧肉烧鸭，大家都说烧肉烧鸭，那叫烧肉烧鸭。烧肉烧鸭 ，OK， 不要不要产品，产品太多了。脆皮烤乳猪，这里没有脆皮烤乳猪。油葱，油葱有，油葱有，油葱一定会的吧？怎么都有可能不会给油葱呢？不付油通会给一行一百九，为什么今天那么黄啊？吃什么都要油葱，吃什么都要油葱加爆吗？感觉太油葱了吧？吃油鸡腿加油葱，吃烧腊都要加油葱吧？不讲就给少少是哦，披萨都切这个吧。废话太多，无诺。今天也是黄杰，又有黄杰，就是。吃不一样的拼有不同的加法，是这样。配菜我都选啥？喜欢啥吃啥，有啥喜欢的点啥。没有没有固定选什么。那个便当吃得完吗？勉强吃得完。配菜可以调，在现场的话不是都可以调？叫外送当然不能调啊，但现场不是可以调吗？
节不都点外送吗？没有啊，我以前之前住的地方还有学校附近有烧腊店，我会去点啊。烧腊便当这么复杂的感觉，我会吃的比平常更久，大概吃到12点吧，看我饿不饿吧。帮我把菜全换成肉，不行，要多吃菜哦。多吃菜，身体健康。突然想到什么？突然想到我有把电池，哎呀，炉具带过来很久没有。我当然有啊，那是我的。但我现在这个家有小小的那个可以开火，所以我用不到了。除非我在客厅煮火锅吧。谢一凡，烧腊便当去油比较香。烧腊便当怎么去油？松烟旁边松山高中巷子里就有烧腊店，是哦。你终于静下来了，探吉大小姐。不然我快被你吵死了。差一家工程中的中场休息。至少先让我休息一下，他休息我也休息。我大概多久下厨一次？想下厨的时候，上次看我什么时候？不知道，前几天吧。蛮常用的啊，探吉 CD 时间 CD 久一点。明天会有新照片吗？明天是发售日。你说 rumor 吗？我发，然后哦，我有想到，我还没有发过那个便服。便服的照片，对，师傅照。啊，什么什么，好多，等一下，好，对，突然好多。哦，相遇日，对啊，我妈庆祝生日嘛，其实不是她的生日，她生日应该已经过了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所以我们就是10月17帮她庆祝这样。厨房很棒的，好吗？厨房毫无损伤。我昨天发的那个照片啊，不觉得最后一张很有感觉吗？对啊，探吉来家里已经一年了，超快的。如果变服会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活动吗？不知道哎。最后一张，来发个现实动态，现在才在发。找一下适合的颜文字。没有。
源头很多的感觉，笑死。爷爷在帮我整理衣服，对啊，一张糊糊的变得漂亮，朦胧美，朦胧美。本来超不明显的，我把那个对比调高才明显，不然很不清楚。看一下有什么 emoji。眼睛好大哦！其实我今年第几次戴皇冠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真的很常在戴皇冠。限动都画个爱心而已嘛，今天比较有心。哪有，我限动哪有都画个爱心而已。我很久没画爱心了吧？果然你们都不用自己穿衣服的。没有，我不是，我自己穿的。竟然现在发现到，被发现了。分心了，分心了，有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有，好好笑。十月生写的特别好看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年不是今天，我们在拍这一套的时候也有说，感觉林杰十月是就是最适合林杰，然后是最好看的。今年姐姐们也在讲。挡车不好吗？挡车也很好看啊，可是挡车适合比较帅气吧？对啊，感觉可以穿这套跳换，那是黑天鹅哎、欸，穿那个跳换路节又差太多了吧？不适合吧？其实会发生火球。最不适合的是幼稚园吗？没错，一凡。我也可以很帅气，对啊。可是那种看起来就很帅气的会更适合啊。我特别适合这种暗黑系，不过你挺爱粉红系，还好吧。幼稚园是你看过最适合的最好是哈，
可以再复刻一次双马尾吗？为什么？二月。11月好像可以去看，真的啊？看呢，11月、11、12、1，剩3个月了。Go go go go！ 感觉萝莉姐很欠薪，暴击大剑。双马尾神血该差不多该在，什么时候有这回事？幼稚园帽，还哪有啊？眼神很到位，很粉红的眼神死的，我就是眼神死，没有更多。你去换年纪，第一次见到大剑，为什么？可是他之前活动有来啊，没有相认是吧？探探过来，那。真的也好可爱，三懒腰大师，没错，阿卡自己来的，因为你们害羞，你想不知道他早上想说有穿，然后今天就哦真的、啊，赞赞哦，赞赞哦，相认的两人，你上周六跟小野吃饭的朋友们也认识，哎，你们有见面啊？你居然跟小野约出去，他没有睡过头。谢晴虎看起来很像坏人的，哈，用大剑看起来很像坏人，笑死！在找萝莉的那个，我也觉得，哎，应该是在找萝莉的那个吧。他没有睡过头，还提早10分钟跟你吃饭的，绝对不是小野。绝对不是小乙耶，好可怕哦！对啊，可好怎么了？我在学校就老写楼，真的只有约去看我，他会迟到。好，我懂了，难怪米酒不敢去换年纪，大件好可怕。你还有我大二，你是可以啊，大二是可以啊，没有什么不行。你以为还是在高中？这高中是不是就有点扯了？嗨，陆爷，你们一起去一下吃我最爱的肉桂冰淇淋，谢喽，超爱的啦，一定不好吃。你边躺血在顾屁孩，边想我们在表演，你可以边顾边看啊，嘿嘿。
可以吧？鼠学噩梦，真的。安吉，来。也是第一次见到阿凯，应该说之前去活动时没。对啊，你们都来过啊，怎么会？但是有看到，只是没有忍，想忍。边哭边看，我边顾边顾小孩边看。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我很怕，我哪有怕？我只说没有而已，这样怕吗？我只说没有哎。燕姐，我很怕吗？没有，我有那个脸是不是？好好笑。又在搞破坏了，破坏大师，好可爱。怎么可以这样对趁机？我对他很好哎。没有，没有，大姐，没有。搭公车睡觉时会被声音吓醒。你说刚刚那个没有吗？我没有，好不好？你干嘛咬那个？派的人都说自己没有派，我真的没有派啊。谢瑞瑞。今天到六点，都我今天到六点。说到派，结果我到底有吃到当当的双线派吗？没有哎，就跟我见送时叫你开一慢一点也很派，最好是，就是关心你好不好？你不要啃蛋子呢，蛋子。我等一下念排名喽，拜托，骑车开车慢一点好不好？哎，乌诺在吗 ？Ting 在吗 ？Ting 好了没啊？啊，怎么呢？其实你去活动就是为了被阿姐拍什么？我 A 的时候也很拍，那是拍阿凯，那是拍。没有，开玩笑啦。可能那几个到吃猪肉蛋，他哪有吃猪肉蛋？他是在啃纸袋，好不好？他明才刚吃完零食。搭捷运也可以慢一点吗？搭捷运为什么要慢一点？谢约赖夫。不过探子有吃胖了吗？我是觉得他有变胖啊，我自己觉得啊。希望对三姐不要这么派，怎么可能派？怎么？干嘛？你要攻击我的手？这样要超9公斤，9公斤真的太重了吧？
谢樱桃猫。公园偷看别人也很派，什么意思？也可以把太极拿来举，对，抱着他做中心。三周年派到下台追杀你的扇子，好好笑。叶玉人，还是太极在抗议饭饭不好吃或太健康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饭饭不好吃或太健康，要吃的不健康一点吗？我们是对他太严格了。偷看别人会被等，没错。谢玉人，起来。我好可怜，好久没看到探姐，之前时间没看到，没办法看到探姐。对啊，你都只能用听的，对不对？行，他们连你想干嘛？我想抱抱他。他今天不想上班，没错。TP 成员晒猫比例增加，我有什么头绪吗？猫要统治地球了。我要念排名了。暗级就傲娇猫，暗傲娇，对啊，明就很爱黏着我。看到现在不是一样，熊族的熊族是什么？今天沙发有点慢，对啊，下播才会到。今天去装了。烧了烧了，爱电有熊的羊熊，为啥？今天时间怎么快？没偷到薪水，可以下班了。好了，我要念排名了。很快很快，我等一下会吃啊，等一下吃完吃。比较大，念排名。汉姐。
跟我一起念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微积分大师，谢谢微积分大师。第九名是原来，谢谢原来。第八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七名是保罗，谢谢保罗。第六名是玉人，谢谢玉人。第五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第四名是庄莹，谢谢庄莹。第三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二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一名又是孔迪 ，Cody 孔迪。没错，今天没消失，超神奇的啦！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Cody， 他说谢谢，谢谢 Cody， 嗯哇，谢谢，辛苦了，上班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明天上一天，礼拜五就可以放假了，耶！恭喜大家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陪我聊天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奶奶，奶奶辛苦啦，哇他给我自己开门，神奇了，奶奶快去吃晚餐吧，回家小心哟，奶奶，奶奶柠檬，奶奶原来奶奶老魏，奶奶瑞瑞，奶奶口红，他真的是天才。奶奶一凡，奶奶奶奶原来奶奶换战士，奶奶 DB， 奶奶 Cody， 奶奶玉人，奶奶陆爷，奶奶钟莹，奶奶大季，奶奶樱桃猫，奶奶小猪耳朵，奶奶赖，奶奶玉，奶奶凯，奶奶维基芬，奶奶米酒，奶奶玄明，奶奶歪歪。奶奶瑞瑞，奶奶黑杰克，奶奶俊，奶奶雨人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